不是这稍微宽一点不要紧啊。张师傅是馒头鸡，来你色吧去，等他来了再说。就一点，面片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的手扶一下。你省得他直接往里塞，对，省得塞面。哎，卷的比较顺利。到这儿了，也可以给他稍微引导一下。到这儿手给他引导进来。一个弱气是勇跳起来的，不用近点。这体热长的，是的，游泳打。现在感觉可以。现在大小差不多了。这样大小差不多了。我们做的一般都也是这么大的。花卷怎么做？花卷一会儿啊，一会儿说。